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好，那么继续研讨《菩提道次第广论》。我们今考南路度的尾声，那到精进度之后，想问各位同学，要直接上毗婆舍那，还是要上奢摩他？啊，上毗婆舍那回来再上奢摩他？上过了，对。大家想法？所以要先上圣文他，再上毗婆舍那，好，照次第，好，就这样决定了。好，那我们看到忍辱度，最后在304页，修忍辱很重要。那修忍辱呢，是一个对治嗔恚心一个方便呐。甚至要根断了，还要修空性啊！空性是比较根本啊，因为你没有执着，就不会烦恼。我们就是因为认为外境有一个不好的，是会让会伤害我的那个对境，有个自性成的感觉，才会产生嗔恚心。所以修忍辱是个方便。真正的要修空性的好，那我们看304页，这个在第四行开始在修持等时，就是修忍辱，应该怎么行呢？他说：“谁修一能堪忍时，能堪忍就是要怎么堪忍？就对境能够堪忍呢？要想到这个修忍辱的六种殊胜，哪六种殊胜呢？在267页，这是共通的六度的六种殊胜的在第四行。”初中具六殊胜，第一个呢，所依殊胜就是要菩提心。为什么要修忍辱？我是要为利众生，愿成佛修忍辱。然后呢，一个悟殊胜，就是说我修忍辱呢，可以让我呢很多功德，例如说让我的气质能够长养让我的不生起嗔恚心不会把过去的善根毁坏这个是他的功德修忍辱功德还让外相能够庄严。第三呢，所谓之顺殊胜，所谓就是目标。目标是的，为了利益切有情呢，得到究竟的安乐，跟菩提心有点雷同了为了达到一切有情能够究竟安乐，这个是目标。第四，善巧对于初发愿者要善巧，所以我们在忍辱时也要修善巧。那什么忍辱要善巧呢？这个前面有讲了就是对于境这个很多的安受苦人。那怨害人还有那个地藏法人他刚才前面我们讲的有嘛什么利益有情什么施法使啊坏法坏啊等等这个有广说那个安受苦人那怨害人地藏都有广说你说思维那个地藏有8种境对不对？那思维安受苦人呢有七包括8种处。那个耐怨害人呢，好像有几个忘记了，6个，8种处是安受苦忍。那耐怨害人，这个他有8个嘛哈？这个功德有，好像哪里啊？耐怨害人，这里好像没有。没有，就是要视为业果了这个种种方便，要去理解第五个呢，这个在那个第四行回向殊胜，把我们修忍辱的功德呢，目的就是要回向自他能够得到究竟的大菩提。第六清净殊胜，靠着修忍辱，有菩提心所摄，可以长养我们成佛的这个报身的功德。那透过那个修忍辱，能够灭使嗔烦恼，慢慢能够对治烦恼，那呢，那个得到呢一个无漏的，就让那个烦恼不现起，这个清净殊胜，让烦恼不现起，这个是烦恼障跟从上暂时压服，这个六的清净殊胜，所以修六度都包括这六种殊胜。好，那这总说，所以要具足六种波罗蜜多，所以修忍辱也可以变成是布施修忍辱。
持戒修忍辱，然后精进修忍辱，啊，禅定修忍辱，还有在修空性慧修忍辱，啊，这个一度可以设六度。为处令他安立于人，啊，就是呢，啊，要让按那那个啊，目的就是为了让自他有情啊，安处在一个忍辱度里面。那这个呢，就是以六度来啊，统摄忍辱，就是不管有情还是六度的布施忍辱、持戒忍辱啊，这个除令他。唯除令他安立于人，这个文字表达是很怪的东西的哈。哎，藏文哈，我最近这中秋节啦，一个法师提出来心声，在这边没有朋友，哎，没有中秋节的气氛，没有月饼可以吃，然后呢，在他乡孤零零一个，还要 K 着那个既艰涩又难懂的藏文，哎。就是在印度学习一个法师抛的心声，可是藏文很难懂了，因为那个反专注语都很奇怪啊。唯除令他安立于人，就具足六种波罗蜜多，就是只是为要安于六种波罗蜜多，安住于忍辱度了，这样捡起来就好了，对吧？所以具足六种波罗蜜多，唯除令他安立于人，这很奇怪，对不对？读不懂哈，就是以忍辱度行持于六种波罗蜜多，就简单明了了。啊，所以包括呢忍辱啦，啊，施于外如前呐，就是六度啦。啊，这个后面又多说的啦，忍施外于如前说啊，前面已经说了，在于如前说，啊，那没关系了哈，我们也要修忍辱，这个叫地察法忍啊。好，再看第五，此等摄意就是总摄，为因随念发菩提心为行依止而修行者，啊，他用为行啦。啊，就是为行为的依止而修行了，这个文字又很怪了哈。就是发菩提心是意乐动机，这是为身口依止而修行，这个比较简单。这身口行为的依止而修行者，他用为行这个文字表达又重复，就身口啦，行持就身口行持嘛，因为你讲意乐就是菩提心了嘛。所以身口行识依止而修行者，那你就不用讲修行者啦，为身口行识依止而修行就好啦，不要讲者啦哈。啊，所以是欲立一切有情于肉尽人，肉尽人就是讲肉，就是讲烦恼跟执着啊，就是能够得到解脱涅槃啊，所有的根本就是要得到肉尽人啊，这个肉呢，一般来讲我们叫染污，哦，也可以讲我执跟烦恼，但是有的更高层的是讲那个肉尽的那个肉，包括所知障啊，包括所知障，但是一般我们不会讲说那个是所知障，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初地菩萨就已经得到一个一生生，一生生就无肉的，虽然他还有所知障啊，但是因为呢那个俱生烦恼障不现起，所以叫无肉哦，所以无漏应该是不用说一定要谈到所知障，应该谈到那个烦恼障，俱生烦恼障能够遮止就可以。所以漏尽人，我们要翻成解脱跟涅槃呐。好，故须令持见是增广哈。那大地就是初地圣者哈，初地菩萨以上的这个圣者，诸人作所愿尽而勤修习哈，因为大地菩萨真正能够得到。啊，忍辱度波罗蜜多哈，哦，就是说忍辱是第三地嘛，哦，能够得到那个第三地的忍辱，就我们讲发光地哈，哦，这种菩萨的阶位哈，哦，当成我们的那个果位的目标。诸初发业，就是刚修习的佛法的人呢，所应学的忍善应该了知哈，哦，当然啊，哦，安受苦人、耐怨害人，还有地察法人啊，哦，会得到我们很大的善业啊。哦，所以如理修学，如理所说啊，有所违越啊。如果我们那个对行为跟那个经典所说有所相违的话呢，应当亲情而令还出。如果换掉了，就换错了。换错呢，就是应该呢用想办法呢把它还净，还出就是还为干净的意思啦。还出，这是在一般我们讲。犯戒的话，就是要透过忏悔把还尽还出，没听过？还尽还出。
净就是清净了哈，原还为本来清净的状态了。那出呢，就是出离罪恶了。啊，叫还进还出。好，这个有犯错的话，就要想办法。一般我们受五戒或是出家戒，就要用忏悔结魔，好、哦、来还进还出。啊，如果一般的话，有犯下恶业，就要用施力忏悔来还进还出。好，这两个方式不一样。若修此时，舍而不修。好、哦，我们把人入呢，舍不修，好、哦，舍弃不修，何为回忆大罪所然？就不是只有人入没有做好会犯下罪业哦，其他六度相对的都会犯下罪业，于余生中亦即难修，好、哦，放弃六度不修，这个造作等流啊，下辈子就更难了、啊，我们一辈子一辈子累积的习气啊，会更难，所以这辈子不修啊、哦，不要说年老的不修。下辈子呢，没有想没有这个等流习气，更不想修，嘿，会有这样的问题。好、哦，所以最为殊胜诸菩萨行，要修忍辱，慢慢练练习啦。所以练习很重要，不要说哦，我太难了，不练习，嘿，这个都放弃了。若能视而圣道二要，圣道就是成就菩提解脱，啊、哦，它是忍辱度六度都很重要哈。初能行者现前修行，能够我们能够做到的，现在赶快做。未能行者，亦能于上进修亦乐。那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一个愿望，希望我以后真能够做到。好，透过这个境界，能够修六度，能够承办佛果，以这个愿望啊来做思维。则如《妙所问经》所说的，好，他说以少功力即为少苦。我们现在呢，只是以为少功力哈。还有一点点忍辱度很苦嘛，人家气我伤害我，我要修忍辱，虽然很苦，但呢以后感得的果很殊胜，而乐圆满波罗蜜多的大菩提果位、哦、所以以小忍换大乐啦、哎、这个是值得的啦、哦哎、同时报酬率很高 哦很高，非常高、哎、这个没办法用几趴算的、啊是，就舍而不修啊，舍而不修，恒为非一大罪，所以说不是只是一个罪所染哦，很多罪啦，强调是要很多罪所染的、啊，不是只有一个罪啦，不是修忍辱度所染，你连布施度也不想修了啊，持戒也不想修了，然后清洁也不想修了。啊、哦，所以要串习啊，常要去抱着我要为利众生又殊胜嘛，为利众生愿成佛的目标去修忍辱度了。好，那忍辱度讲完了，我们看精进度，精进度。好，那我们看学习精进波罗蜜多分五，因为这个内涵很简单哈、哦，我就把它稍微带过去就好了哈。哦生活中你们自己去是精进度比较没有生活例子啦，就是想要我要成佛，我要努力，我要成佛，我要努力，只要有时间就想到佛法啊，不要有时间想到吃的啦、喝的啦、玩的啦哈，哎，所以这个要把心收摄回来啦，想学法啦，把心收摄到想学法，所以有时候出国去太多天的我都不喜欢，因为太多天心散掉了。你说四五天还可以接受，那十几天的我几乎 no way， 除非说去闭关，好、哦、或去修行的，那我可能会去。但如果十几天都玩的，我可能散掉，那个心会空掉。你们有没有感觉心慌掉、空掉，感觉很痛苦的？没有哈、哦，哎，我感觉如果太久心慌掉、空掉，都沿着四象、沿着这样走路，从一个圣地到一个圣地，哇、哦，那个很痛苦，心没有东西，空空的啦。啊，要修也没办法修，你在车上要蹦蹦蹦蹦跳来跳去的，啊、哦、啊，每个行程都紧锣密鼓的。很、啊、是散散的，浮在上面哈、啊，所以我感觉，
时间如果要出去偶尔散散心可以，但不要时间太久。什么意思？你是讲物质的 CP 值，还讲心灵的？我考虑是心灵的，还讲物质。对啦，是啦，但是我考虑心灵会散掉，我跟宁愿不要。所以说那边可以闭关哈，比如说我们同行上有去，那去几天，我们可以一天办个共修，哦，收心一下。啊，那最后一天再共修一下，收心一下，还可以啦。啊，如果都没有共修，这到处看到处玩，那个风景照已经太多了啦。啊，风景照又比原来的实际的状况又漂亮，对不对？经过那个处理过，那个更漂亮。哦，所以你没有吸收到当地的文化，啊，还有那个当地的国家的那种表现出来那种精神，你吸收不到的话，变成浪费了。只看物质、看建筑，那没有用啊。好，我们看第三行，去路修习精进方便。啊，不对，错错了哈，我讲那个啊，精进，对不起，304页导数第二行，自信就是讲的性相，或讲体性。自信就是我们社会学讲的性相啊，定义啊，体性啊，体性一般我们叫做定义啊。还有去路修习精进的方法方便。还有精进度有哪些分类？好，分类。所以这里呢，已经把性相、分类、方法啊，还有呢，怎么驱路，好，整个内涵呢，包括在精进度。那最后做个总摄，此等摄意。我们看定义，哈，就体性、自性。啊，什么叫精进呢？缘善所缘，永汉为相。所以一定要缘着善法哦，才叫精进哦。啊，原则呢？如果说我那个什么，我打麻将三天三夜打麻将，算不算精进？算了。另外一面呢，他要原则善法。啊，对，这不是善法就不叫精进了，那反而叫懈怠。要原善法才可，前提哦。对呀，啊，三天三夜赌博啊，那个反而叫懈怠了，哎，那叫懈怠，哎，放逸，嘿，所以前提要原则善法哈，原则善法，放逸懈怠，嘿，对。好，陆行论又说啊，什么叫精进呢？啊，进就是精进哈，为勇于善，对善法能够勇悍为相哈。那菩萨地就是瑜伽师利菩萨地也说啊，摄善法啊，摄善法界及老有情界，其心永悍无有颠倒啊，这个就是菩萨界的精进，摄善法界还有老有情界啊，这两个。那心永悍无有颠倒，那无有颠倒什么意思呢？啊，不要把真的是为自己的，然后呢口号是为别人啊，我们常会这样，常会这样，对不对？你。哎，阿心其实为了自己，我们常假借这个名义说，哦，我是为你好嘞，其实都是为你自己好，不是为别人好。哦，那个即时所起三门动业哈，为什么动业呢？因为它是区别不动业啦。哦，这个动业，其实我感觉你讲动业很奇怪，因为不动业也算精进呐。因为不动业的定哈，定这个定也是嘛，于善所缘心一尽性的。所以他讲的是所起三门动业，我感觉很奇怪，我讲一下动不动业比较好了。不是，啊，他可能是只针对那个色善法界、老有情界这两个来说啦，不是从禅定来说啦。哎，他是从两个以两个这个来说啦，所以这个是菩萨地说的啦。啊，其实精进包括动业不动业都算了。啊，因为这个菩萨地说，以菩萨界来说，它含在这两个色善法界跟利有情的老有情界，这个叫动业了。这就是说，它不是禅定的业了，它是一般的福业了。啊，它是以菩萨地说的哈。啊，如果从精进的话，动业不动业都是可以算的。好，那我们看
去路的方便。去路修习清净方便，好，那怎么修呢？好，为因多思维精进的胜利，不精进的过患。哦，这个一般广路都是这样说，方便分一定要思维修的胜利，不修的过患，你才会，我叫烁烁火烧，烁烁水洗啊，听过这个名字没有？道前基础，嘿，火烧，把那个火烧就把它增长了，增长，哎，这个功德我要，所以烁烁火烧了，啊，烁烁水洗，把那个染污的，就是过患了，过患要把它洗干净，哎，这个过患有不修的过患，所以我不要得到这个过患，就烁烁火烧就得到功德，哎，我想要，烁烁水洗啊，这个有过患我不要，啊，所以要变成精进的一个源头啊。好，产生过患我不要，那修有这么多生力我要，这个产生欲求性。好，从那所以方便都是这样修的哈，方便问大部分都是这样修的，所以这个它是非遮，遮除过患，然后呢显现胜利，所以方便问都是以非遮的方式来修的。那劝发真上意乐会哈，一般它是劝发真上意乐。它是一个这个我们讲菩提心的啊，那个真上意乐就是讲菩提心的前行了哈。那汉系是讲也叫劝发菩提心文，内涵是一样的啊，只是说那个文字有点表达不同而已。好，它讲什么呢？能除诸苦及暗明，就是我们讲菩提心的功德啦。好，这先讲功德，后面再讲过患。好，其胜利者哈，就是功德哈。依着劝发真上意乐会里面说的啊，如果是精进呢，能除诸苦及暗明，好，让通过精进善法能够除掉我们在轮回间的所有苦受，还有对智慧的那种无明昏暗没办法抉择，好，这个要把它除掉，是能永断恶趣本啊。如果能够靠善法的精进，好，那一般行善法的时候当下就不会行恶法嘛，所以慢慢的恶法会消掉，善法会增长。诸佛所赞甚精进啊，这个诸佛所赞对佛法的精进，但是诸佛所赞是要目标要出离心菩提心啊。如果不是目标出离心菩提心，如果是只是持善法啊，追求现世或是安乐，这个诸佛随喜而已啦，但不是很赞扬啊。目标是要解脱跟成佛。此事恒常应依止，好，要依止这个精进度，好，所以此事所有诸工巧及处世间诸巧业，若发精进非难得。对世间的这个技艺啊，包括当医生也好啦，好，或当个工巧名一方名生名，好，还有那个什么一个英名，这个呢都世间法，这个要发起精进不会难啊，不会难啊。你看世间这么多博士，到处都哪个博士哪个博士哪个博士，对不对？可是很难吗？其实也不难的，像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你一次考不过重考吗？重考第二次考不过再重考啊，如果有钱家有钱的话，对不对？那重考以后你就考上好学校，那只要有钱资助你就读博士啊。我感觉读博士如果经济条件够好，加上时间也多，嘿，其实不难。因为我现在感觉说读博士不一定学佛法学懂，哎，博士不一定听佛法听，对，差很多。因为我在某个学校那个大学啊，也每两个礼拜去上一次课，那些都是教授，哎，都是带学生研发什么什么得奖的教授，可是学佛法还是一知半解啊。有没有问题？提不出问题。哎，对，然后呢他也不会去温习，然后呢他专注他领域里面，那他也不对佛法是听一听也不去温习的。不是选的，他是有这个想学，但是那个抱着怎么啊问导游的话啦。我的那个本科的专那个技业才是我应该去深入的啦。啊听佛法是问导游啊，听一听到底佛法在讲什么，心态重心摆的不一样。不是也不相信，他没有去深入，没有对欲求啦，
对那个功德没有欲求心，他只现世的那种名声，要保持那教授地位，一定要发表论文嘛。他一固定的时间要发表论文嘛，带学生研发嘛，这能够让那个教授地位呢能够保持，然后学校才会聘请他。啊、哦，对对对，所以他是为现世安乐为目的啦，不是为解脱跟成佛，所以这个目的要不一样哈。是没有麦克风吗？我是说，刚师姐讲句话很提到重点，就是说，他们只看到我们世间佛法所写出来的东西跟他们不搭嘎。啊，我们人就这样子嘛。你就像刚刚讲的一样，你说精进对不对？你对小偷这样的怎么偷怎么偷？哎，他很高兴听，为什么？跟他生命生存有关系嘛。那你跟小偷讲的佛法，突然你跟他讲佛法，他为什么要去听？为什么跟他没有关系嘛？那你今天去弘佛法的时候，你下面的那些听众们，他们希望的这个 touch 的那个接触感，你有没有达到那接触感？你只说你说你的，变成他听他的，两个面讲完时间 OK 了。可是你说没有，就想说你讲的事情跟他们所困难真正的细微的部分有没有接触到？就好像一个东西，一个物，两个物体有没有交集？如果没有交集，他永远是分开的，你就要怎么去听你这些事情呢？不是，他要问啊，因为他既然学法，要跟他领域结。哎，如果用我的量子力学，怎么跟佛法结合？是不是、哦、是这样子？问的时候哈，问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呐、啊，我们也知道的。如果你对于你的专业佛法，你去问佛法，你会很会问。如果说你突然用另外方法去问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让人家去，他到底还是真的不懂你说什么，还是懂？现在又另外的课题啊，你跑主题离开了。其实最主要了哈，最主要是目前台湾的佛教文化，台湾现在很多的佛教，它不是像我们能够深入经藏，因为其实佛教是一种教育，是一种科学，但是我们只停留在宗教，然后不只停留在宗教，还停留在宗教文化里面啊，所以很简单的来讲。这样子的话哈，会让人家产生误解，那你也不能怪他产生误解，因为你被人家看到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哈要有那个使命感呐、啊，真的要有使命感，自己要那个自己要展现出来哈，像在家里面呢、啊，因为在外面是没办法，在家里面尽量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一直想叫我儿子。跟我儿子讲这一些，可是哦，我真的我要看缘起，没有缘起真的不能讲，啊，那像我女儿那时候也是不学，啊，后来我就用一个方法，我想说她可能哦障碍也还，可能障碍蛮多，障碍没清楚的话法是学不进来的，所以我就跟她讲说，哎、欸，你要不要跟我去、欸、那个我跟她讲说，我这一生哦很快也许。就不在了，那你要不要留一个很好跟我留一个很好的回忆？他就说好啊，那我就说啊，妈妈最喜欢的就是学佛法嘛。我说你要不要去学，跟我一起学，到时候就留下这个回忆很好。结果我女儿就因为我跟她讲这个话，她就学了，她学好几年呢。啊，因为现在小孩子还小啊，啊，所以现在有暂时停下来。我昨天晚上还跟她讲，我说这一条路。你一定要走下去。我昨天才跟他讲很多，那我儿子是哦，我也一直在想说，如果有因缘，我也会跟他讲，因为我活到现在已经70岁了，那我活到现在已经70岁，我会觉得说，哎、欸啊，生命里面到后来看到很多的，像我最近8月之前，除了林琼以外，有4、5个同事都是60几岁，有的快要退休，像林琼退休一年就走了。那我想在这个世间，我现在非常体会到说，真的是如梦幻泡影，他只不过一下子就没有了。可是你要学法的那个机会哦很少，然后学法我现在真的很感恩哦，感恩那个释迦牟尼佛留下来这些法宝，因为我觉得说我比别人幸运，我命啊，为什么？因为很少人真正能够深入经藏，很多，因为我看到，尤其我最近去拜那个梁王宝忏嘛，哎、欸，
是听他们讲话，跟我们有学法的人讲出来是不一样，而且思想理念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不会在那边讲什么，我只是说，我心里面有一个感慨，觉得说，真的真的要学，要我们能够这个哈，这个真的是摩尼宝珠了，我们真的学到了。所以我很感恩大贤法师，因为我跟大贤法师学哈，我真的进步很多。谢谢大贤法师。你们聚生会嘿，好努力了哈，大家一起加油嘿。好，再来。谁愿精进力？若有去佛菩提者，啊，取见昏睡诸过失，所以要把目标一直挂在心里。我们常常会目标会忘失啊，哦，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我们常常忘记目标，说如果能够提着这个目标，当你跟佛法的为缘那个或是想法现前，你就觉得哎呦这个不对不对，你会改进。所以这个我们对终止目标就是没有一直确定啊，没有确立。彼见昏睡诸过失，常发精进而安住，我为彻彼而说此。啊，这个这是佛啊在告诉众生要有精进度，好，而且要为了成就佛菩提而要努力。那在庄严经论，庄严经论是那个弥勒佛说的哈，他说：“资粮善中进第一。”好，这个资粮善，我感觉这个翻译问题应该叫善资粮中啊。就是能够得到善资粮呢，一定要靠精进，没有精进都免谈。善资粮中了，精进为第一了，不是资粮善哈。倒装句嘿，文化是我那个藏文是倒装的了，但是我们中文应该把它顺过来，就善资粮了哈。那得到这个善的资粮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精进度。那位依此故呢，彼后得，如果得到这个精进，后面这个善资粮就可以得到。好，所以依此故，这个此就精进，彼就是善资粮。好，这个藏文常用这个此跟彼啦，这个要习惯它啊。而这个此跟彼也没有说清哪个彼，一下一句有三个彼，这三个彼内涵都不一样，嘿嘿，三个彼三个此，三个此彼都不一样。这个最难懂的地方啊，所以呢，精进现得胜乐住。好，精进呢，在当下呢，当这一世呢，一般我们讲这个叫现法住乐，就禅定的乐啦。好，精进呢，啊，这个现得胜乐住，就是等我们叫现法住乐，就禅定之乐，禅悦。禅定会修禅定就很舒服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禅定，很舒服啊？身心清安啊，哦啊，也不管什么烦恼，不管是俗事啊，哦，万那个万缘放下啊，所以会得到宪法那种烦恼稍微暂时息伏的那这样一个止息的那种清安呢，啊，这宪法诸乐就是禅定之乐，还有出世间的成就，啊，道会精进度啊，我们要世间的成就，像一些大老板呢，啊，为什么成就也靠精进度来的啊？你像王永庆啊，好像郭台铭啊，你看他精不精进？不是，因为他是原世间法，所以不算精进。但是他的这种努力不懈，是不是大家共许的？是，他只要一个目标完成，又需要设定另外一个目标，所以那事业越来越大。虽然不叫精进度了哈，但是他的努力不懈是大家可以想象。那精进人得三有才，三有就是我们讲那个啊，色界、欲界、无色界。就是三有能够有福报啦，你在三界里面呢，到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福报可以享用。然后精进能得善心境，好，精进度呢能够善法增长，好，那如果加上六殊胜那更好，好，那进度能够越萨迦也，就是能够超脱执着，这个是对空性的精进，空性空正见的精进，能够呢啊那个灭掉萨迦也见。这是我们的执着，还有精进能到佛妙菩提，能够成就佛果，好，这是讲功德。好，那我们看那个庄严经又说，具精进受用无能胜，那个受用呢，哦，那个受用呢，有精进的那个受用会更加强啊。例如说，有什么受用？还有这个具精进烦恼不能胜，如果对无我会精进，烦恼不能胜，那具精进厌患不能胜。
好，如果最近近呢，我们对佛法的厌患啊，这个啊，最近啊，佛于法厌患不能胜。啊，就要加这样一个法了哈，以善法也可以了哈。啊，那最近呢，少得不能胜。啊，如果说最近我们得到一点那个佛法的那个法喜，好、啊，我们不会说停留在那边了、啊，一定嘛努力更努力了。这个少得呢，什么少得法益，好用法益哈，法的那个益处了，啊，法益，法的利益。哦，你得到一点佛法的好处，你哦，你不会说哦，就停在那里了哈、哦，少得就少得知足啦，得少为足啊哈、哦。那菩萨地也说，我有精进是能修正菩萨善法最胜之因啊、哦。那我们有精进，什么都免谈，所以愚者不尔啊、哦，所以是精进是推动力根本哈、哦。故诸如来称赞精进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靠着正啊精进度呢，好、啊、能够成就佛果。那《色罗蜜多论》啊，就是那个啊那个我们叫那个一个名称呢、啊，一个罗扎瓦不是罗扎那个，一个大德了，就是阿底峡尊者的师父了哈、啊。他又说：若具无厌大精进，好、啊、对于呢。啊，那个无厌就是修行无厌哈。对，若具啊修法无厌大精进哈，修法无厌大精进，不得不证菩提皆非有。好、哦，不得菩提，不证菩提，不会有，就是一定会得到啦。好、哦，在后面加个菩提，不得不证菩提皆非有。好，又云，非人皆喜劳役彼，这个彼就是讲精进者。只要你对善法精进呢，非人呢、啊，这个护法就会想要劳役你。能得一切三摩地，靠精进度能达到了三摩地的不动业，然后昼夜诸时不空度，好，不会呢让你浪费时间。功德之粮无略少，那靠精进的功德之粮越来越多，而且呢、哦、越来越高妙啊、哦、圣妙，获得诸义过人法，所以得到那个法的内涵呢，比一般人啊、哦、这个过人就是一般人啊，人这个人就是超过一般人啊。那如青莲花及增长，就是超你青莲花是胜过一般的花啦、啊，他用青莲花的意思代表什么？就是比一般的花还超胜，叫青莲花了。就是过人法跟青莲花，哎，同样一个比喻啊。哦，超过一般的人，那青莲花是超胜一般的花了。好，那这个是功德。好，那我们看呢，要修思为过患，不精进的过患。那不精进过患是什么呢？啊，在《海会请问经》有说，有懈怠者啊，就是精进的反方向就是懈怠，所以三天三夜打麻将，那个不叫精进，那个叫懈怠。好、哦，再了解哈，那个不叫哦，哇，好厉害啊！你看三眠三更怕麻将弄不跳，哎，那叫懈怠。我们懈怠不会累的啦，我们精进才会累。好，那我们看，菩提遥远，最极遥远。啊，这个我们来讲那个佛果的菩提啊，很遥远，就是要花那么多时间才成佛。那诸懈怠者的无有布施乃至无慧，所以懈怠者对布施有没有兴趣啊？还要钱给别人多麻烦呢、啊，啊，也没有智慧去抉择该做不该做，哈、啊，因为他就是感觉那个情绪啦，比较注重情绪的那种感觉啦，啊，懈怠的人比较注重情绪的感觉，啊，所以他不会有智慧抉择，哎，这个该做还是不该做，哈、啊。诸懈怠者无利他行，甚至呢，懈怠者情绪都为自己啦，不会想到说啊，为别人怎么付出，一般的不会啦，都是为自己比较重要。好，那这个在啊，那个我们讲念住经啊，念住经这个是啊，一般的我们讲那个念那个
正念的哈，谁有烦恼啊，根本这个读本啊，这个改这个读改成根哈，根本未懈怠，就是烦恼是因为懈怠而生的啦。你想要放松一下的说啊，那那么累了休息一下，那就就想哦，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对不对？一定会想这个嘛，哦，那个就是懈怠根本的，那后面就烦恼生起来了。那若有一懈怠，此物一切法。所以如果是一直懈怠的话呢，对善法呢就没办法增长了，啊，这个一切法呢包括善法佛法都一样哦，这个懈怠是根本哦。若无精进，随懈怠转啊，这是一体两面的。你没有精进，就是懈怠懈怠。但是还有一种啊，过程啊，我们叫什么？暂止习力了。就是我进精进了，已经身心已经太累太累的时候呢，只能休息一下。但是目标还是抓着哈，啊，我是为了啊学佛法，然后为了照顾身体，让我更有后面更有 power 能够学佛法，所以先休息一下。所以这个过两个的中间的过门就是讲暂止习力，那暂止习力不算懈怠，好，目标还提着啦，对你的目标还提着。一切白法悉当亏损，如果是懈怠，一切白法悉当亏损，退失一切现实，毕竟似乎毅力，好，就懈怠啦，好。那我们看精进差别分的，我们这个哈，我们这个烦恼很刁钻哦，真的很刁钻。例如说。哦，例如说我只要休息一下，讲完课休息一下，就想说啊，要喝什么？冰箱有水，啊，要不要加点什么比较好喝？啊，一般我都买酸梅哈，哦，因为水没有什么味道，哦，加个酸梅咸咸的好喝哦，就这样。喝水没有到，要加个酸梅，那个就懈怠出来了。追求好喝的啦，好吃的啦，好闻的啦，好看的啦，啊，肚子空空的，哎，是不是吃个东西填饱一下？你们安内某，我安内某哈，哎，我嗲嗲安内，对对，上完课好累哦，应该是暂时习力哈，可是不是啊，就想说啊，冰箱有什么吃的可以拿出来吃一吃，哎，就会这样，这是我的过患哈，那会假借名义哦，假如说这个不吃哈，哦，过两天就坏掉，太可惜了，所以现在赶快把它吃一吃，哎，啊，吃一吃就越吃越胖，啊，越胖越胖又越担心。哇，啊，怎么办？要减肥。他是晚上故意不吃，哎，要了减肚子啊。有没有起坐坐不起来？因为我那个腰椎有骨刺，我只能坐伏地挺身可以。好，那个就是懈怠的形象哈。好，我们看精进差别，好，它的分类。分类呢有啊，哦，分两个科判啊，哦，一个证明差别，就正式的讲明它的分类；第二个呢，发生精进的发变。那其实呢，这个那个修精进的方便，已经前面哎，就是讲胜利过患嘛，那这是总相啊，讲胜利方便是总相哈，哦，啊，那后面这个发生精进方便是比较深入的别相了，啊。好，这个两个，一个总相的说法，一个别相的说法。那我们看呢，啊，处中有三，就是证明差别，就是还假精进、摄善法精进跟劳逸有情精进这三类了，啊。这三类，这个就是精进的分类。那第一个，我们先讲还假精进，啊，还假精进呢，啊，其实也是设在那个摄善法跟摄劳逸有情，这个是都是统摄在里面的，啊。只是把那个形象，啊，比较难得的形象把它提出来做另外一类来说明。我们看菩萨地说，为诸菩萨于发精进加行之前，加行就是在还没发精进前行啊，哦，加行就是前行啊，在这个前行还没发精之前呢，要先提起意乐，就是要勇悍，要叫还假意乐，一个动机，就像我们讲那个前行动机，这个叫我们讲一个意业，那精进是身口业，所以要先提出那个意业，我们叫还假意乐。那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意乐分为想、烦恼等起，对不对？那这个想就是要去想说，我要对谁来发精进，这对境了，啊。然后呢，第二个呢，那个烦恼我们就变成善法了。
哦，烦恼就变心就变善法嘛，哦，那善法最好就是菩提心嘛，哦，就是烦恼就变菩提心。那等起呢，你为什么要欢喜菩提心？目标是什么？哎，对，成佛，对。那其实菩提心已经有成佛了，哦，快，应该加一个快速成佛才精进嘛。如果说慢慢成佛没关系的啊，今天没做明天再补啊，哦，这个就不是真正的那个还假精进，哦，好，那我们看若为厨艺有情苦，哦，为了利一切有情哦，以千大劫等一昼夜，即为百千具诸倍数三无数劫。哇，你看这个数量有多恐怖，以一千大劫来当成一昼夜哦，哦，一千大劫当一昼夜哦，这个一昼又变成什么呢？百千具足倍数三无数劫哦，这个了解哈，哦？一千大劫当一昼夜，那一昼夜又变成是百千具足倍数三无数劫的昼夜哦，你看有多久的时间？唯住有情纳若家中，乃能成佛。哦，就是，哎，就是为了这些呢，我为让我呢。不住在有情纳若家中，就有情地狱啦。这个有情纳若家，好，哦，这个叫他用这个有情纳家，其实不用这样有情啦，啊，因为他主要是讲那个纳若家，就是这个文字表达很奇怪，我是感觉那个文字有时候多说的啦，啊。就为了这个这么为了一个有情，我用这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住在地狱中，地狱中，好，哦，来弄能够呢啊，让他成佛，不是为自己成佛，是让那个有情成佛。我要忍受这么长的时间在地狱受苦，能够让一个有情成佛。那这样呢，我欲勇悍，为正等觉会不进去。我也要勇悍，为了正他成佛呢，发起要精进，发精进终不懈废。啊，这个我们做到做不到？你可能为了自己的小孩，可能做得到，一般人做不到。这个说法，我真的有点矛盾呢，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成，啊，要度众生成佛，你必须要自己，你佛才有办法度众生成佛。是。那他这里要度纳洛迦的所有有情的成佛，但是。自己本身是成佛了吗？还是没有成佛？没有，没有，他是愿而已。哦，愿啊！所以我们讲，一般成佛有三种方式，对。我们讲三方式，一个愿跟行不一样的啦。一个嘛，那个我们叫啊木童玉嘛哈，啊，就是我们讲众生先成佛，我来成佛嘛。啊，第二个叫周子玉，有听过吗？哈。对，啊啊，众生即与我共成菩提嘛。第三叫国王玉嘛。哎，我成佛在度众生嘛。以这三个来说呢，我们最好的愿就是愿大愿 啊那个就是嘛，我们讲菩提眷属啦，就是啊，以菩提眷属来说啦，就是靠着大家的这个力量啊，来一起创造这个啊共业，所以要共成菩提，就是以这样的共业来说的。
那这个是实际况的大型实际的状况。所以愿要先发，愿要先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施法有嘛。所以施法有过程呢，是要以嘛菩提眷属为照观，是共成菩提来说。那实际上呢，真的实际上呢是这样的，大行实际状况是你先成佛，才有能力度众生呢。所以他这个有层次的，一个先开始要发起大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要跟那个施法友一起创造功业，所以我们共成菩提。你不能说啊，千仪我先成我再度你啊，你要怎么轻蔑我啊？如果讲、啊、我们一起共一起来成就菩提，哦，大家愿意来吗？愿意来造这个功业嘛？所以这个是以过程，从菩萨从初修到成佛中间，菩萨应该是共成菩提，这是以这样的劝说啦。那实际上呢，你不但要共成菩提，但是你实际上要比别人做得更精进啊，因为你这些人有些一定有些落队的呀，落队的，这是说脱队的啊。这样口号是要共成菩提啊，可是他就啊、有搭没搭没搭的啦，对不对？所以只有你要度他很难，所以唯有靠自己先成佛，才有能力度他，懂哈？就像说我们是，因为我说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啦。如果下辈子我要度众生，我用什么形象来度众生？啊，看你度众生的那个所化机啦。如果你要度的是高层次的，我一定下辈子要当成一个官二代或是马户二代，就是有名有势的，有权力有这个钱的，来度这些比较有钱的人才度得了。啊，如果我要度的是一般的人，我就不能视见。官二代告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就是我要看我下辈子，如果真的我要立众生，我用什么形象来度？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哦。我要有愿呐，我不能随业流转啊，我要靠愿呐。所以我现在已经快尾声了嘛，哈，现在常思维，下辈子要什么样形象来度众生？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哦，你要跟菩提眷属是哪些菩提眷属？来跟他们一起走向这个道路。因为每一次每一次结缘众生一定要不一样，这一次大家好像感觉对话有深信，他自动会走了。可是有些人呢还在起步啊，也想走又不走的，你要不要去创造机会度他们？还是要啊？所以有时候呢换一下对象啊，但是啊，国王玉，国王玉啊，先为利有情，但是愿成是国王玉。对，中间就是跟菩提眷属共成菩提，那实际上走的就是我定先成佛，才帮助到这些同行善友。对啊，所以为什么那个缘起很重要？你看大家对那个大法王啊、大仁波切啊都很向往啊，对不对？这个就是缘起啊。好，请一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养了很多很多的狗啦，狗。他养这个狗哈，我觉得对我来讲呢哈，我觉得养狗的话是看缘起嘛哈，如果有那个缘起就养嘛，没有的话不要刻意去攀很多缘来养这些狗。所以我一般走在路上，我不太敢去看流浪狗，因为自己真的没能力去。啊，对。后来我在想说。你真正要度他们的话，是用，就是说让他就近的能够解脱和成佛嘛。那如果世间的这个世间的这些生活方面的东西的话，哈，的确真的也有很多需要。但是有时候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哈，真的很难过。是啊。所以我们本来想跟那个朋友讲说，你不要养那么多，可是又讲不出口。他都是会去捡那些流浪狗。会，因为也是会啦，但是另外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你养那么多狗，一天到晚跟这个狗跟动物在一起，你将来就会变动物畜生道。不会啦，不会，这不一样，因为他看造什么业。
对啊，所以他们是看表象，而我们是看业嘛。那个是什么奥修的那个概念啊，就是那个婆罗门的概念啊，婆罗门概念啊，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跟一个宠物很亲密，临终就意念那个动物，你就变那个动物，不是，这跟业不相关，别执着啦，但是它不会变那个动物，所以你要用悲心常去对这个狗，但是很难，因为我们那个情绪那个感情会放进去，所以当狗死掉你会很伤心很痛苦，那个情绪会伤，所以我们现在凡夫齁，那我说一世界是要填补他的空虚啦，比如说要我心里那个累的时候有狗啊来跟你呢撒娇，你是很高兴的，这空虚的那种填补啦。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以这种悲心修流浪狗流浪猫也可以，但是这个很难去抉择，因为它是善法没错，但是它会障碍你，因为你要忙这个狗，一个狗像在照顾小孩子要很多事情呢，生病比小孩子还还有处理那个废物，它的那个大便小便还要帮它洗澡，还比小孩子如果真的照顾这个动物跟小孩子一样啊，尤其是很老的时候，我以前我儿子就不晓得怎么搞的，拿那个带一只狗回来啊，结果让我养了19年了，好厉害！19年到老啊，我给他照顾得很好。对啊，很厉害啊！我的小孩，你狗活19年，很长寿了。然后到后来到后来的时候，老的时候他也是眼睛也看不见，然后大小便也失禁。对啊。哦，还要跟他包尿布。是啊。然后还要怎么样？有时候晚上都还要去急诊，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后来我跟我儿子讲说人家那个王宝钏还手寒窑18年，我19年的辛苦我后来我跟我儿子讲说我真的很辛苦，然后到后来，我觉得我又感受到那种心念的相通。有一次他就去急诊嘛，然后急诊去半夜急诊住院了。然后我的内心里面一直想，我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救他。结果他就是很有那个想要活下去的那个动力。啊，后来我突然脑筋一闪过一个说，啊，与其痛苦，嘿，赶快走了。他也辛苦，我也辛苦，已经19年了，这么多年，我一这样一想，他就断气了。哎，好奇怪。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哈，这很难。那开始一定是悲心嘛，但是养到最后变成一种情执啊，情执还会。对。年轻人可以啦，或者现在养狗都，以前我们的乡下很容易，只要准备一个吃的东西，他吃完就到处跑嘛，去旁边去做什么，这个无关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洗一次澡，很简单。现在是公寓式的，你要住在跟你住在一起，很臭，要清理。像我们以前是乡下，那个很容易。现在住公寓的或华夏，这个都不好照顾了。好像住在公寓里面容易生病，因为他没有动。住在乡下到处跑，到处动，反而疾病比较少。好，这个就是环境不一样，缘起不一样。好，那我们看，这个就是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时间来呢，住在地狱哦，为了友情，然后呢，希望能够成佛。那有这个心，有这个愿，这个愿很重要啦，不是真的要这样做啦，这个愿，发进去终不懈废，旷时较短，其苦即为。所以能够以这个愿的话来发起小苦，那个都不算什么了啦。好，所以有愿很大，遇到比较小的困难，你就不算什么啦，对不对？如果想，你们有没有常想说，如果现在我要快死了，我会不会执着说啊那个什么，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会执着说人家对你讲的那个一句话，不中听。或是嘛，一个眼神呢，让你感觉被轻蔑了，或说你的现在被倒毁了哈，然后说有人欺骗你，你多少钱？如果你快死的时候，这个重不重要啦？这些重不重要？你先生不爱你了啦，你那个儿子不听你的话啦，
啊，女儿呢在闹感情啊，哈，这个就是沉闷啊，这个重不重要啊？啊，常想这个问题哦，因为我顾家管比较好想，你们是比较难呐、啊，因为都没有这个牵绊呐、啊，所以我感觉我想一下就通了。但是你们要常去练习它，就是当你要临终这一口气还剩一口气的时候呢，你对临终这些还没有放下的，要怎么去看待它？对，但是要常去练，不然你到临终真的是没有练的话，真的放不下哦。教导我们的那个法师，他是说你不要让你的想运太丰富，那就是说我们平常的行住坐卧之间，我们是不要去，你最好是沿着佛号，或是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那这样到临终的时候有帮助吗？这个是遮止而已啦，这是一般小圣会这样说，小圣以禅定为主。但大圣是转心转念，如果说从那个执着转成啊，我现在没有能力帮你，我下辈子要到净土去，我要修更好来帮助你。所以这个大圣是转心转念，从那个执着跟烦恼转成善法，然后要利益众生。所以是大圣是转心转念，小圣是不要去想这些啊，那个简单就好，然后呢放下就好。小圣会以禅定为主嘛。嘿、hey, ，是为修为主，利益众生，观察修，利益众生。嘿、hey ，所以我也想想过，为什么一个转圣王要变成国王啊？有些菩萨，初地菩萨是我们家铜铁轮嘛，二地是铜轮嘛，三地是银轮嘛，四地是金轮嘛，为什么菩萨还要转变成转轮圣王？因为他已经对那个广大的思维缘起能够掌控，所以当国王已经当得很好。所以一个国王，真的一个真的为人民、为百姓、为众生努力的国王，一定是菩萨的实现。那一般小圣没办法当国王，因为小圣不了解种种缘起的改变，他圆着自我的啊，不要烦恼，不要嗔心，这个没办法解决一切啊。对，以遮烦恼为主，可是呢，菩萨是把所有的过患转为胜利。哦，所以我想说，如果我真的当初地菩萨，我一定要当转轮圣王。如果可以到那个境界，我现在还不行啊。能够利益众生，一定要当国王啊，这个才是集广大福。哦，所以刚才才讲说，只要念佛就好了，放下就好，那个是以小圣的角度来说啦。但是我们一定要转心转念，从利他看到种种的缘起。从对方的感受缘起去观待，所以我常抛那个问候语哈、哦，常说啊、哦，那观察那个性空缘起理，能得诸佛妙果位，而且人家就抛给啊，简单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啊，变成角度不一样，简单就简单，就都什么都不要想，都不要想的，痴痴呆呆过一生，所以是。思维角度不同，因为他没有熏习这个大圣的概念的，他认为小圣概念就是简单放下啊，然后随缘自在，就是这样。啊，他的随缘就是嘛，不管叫随缘啊，不是真正的随缘啊，是无可奈何的，无可奈何的忍耐啊，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可以啦，那个也可以啦。强猛的时候就念一下佛，啊，当你稍微啊心情比较压服，烦恼比较压服，再想一下怎么去转变。从那个烦恼当下转变成那个善法的念头，哎，这个有两个，一个太情绪太猛烈，先念佛啦，先把它遮止，那等情绪好了再想利他。好，那我们看这里哈，所以环甲精进，怎么叫环甲呢？就是说披着铠甲，跟什么？哎，看什么？看戏都唔惊啥，讲什么？什么都不怕了，对啦，什么来都不怕啦，因为我披着铠甲嘛，就往前冲嘛。我说你也不会受伤，也不会怎么样了，就是我们叫环甲精进，就披着铠甲能够往前冲的意思啦。啊，这个就是很重要哈、哦，这个就叫环甲精进。哎，精进的环甲精进，嘿，他披着铠甲这样努力为善法往前冲，啊，这个需要这个一鼓作气的。
若有菩萨于此精进，啊，如果对这个还假精进能够提住的话呢，啊，虽少发甚解，对这个精进的好处没有，只是一点点的相信，没有完全很广大的相信，没有想很多，或是少生尽信，就是一点点相信，这个也叫坚固的精进啊。就是为了众生，不管怎么样，我受怎么苦都没有关系的，这是情绪上的哦。啊，例如说我们生那个菩提心的思想，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所以当你常提这个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呢，那为了众生，我要好好用功。这个当着情绪起来之后，你会往前冲。一般我们思维力比较不够，但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那个心一提起来，起码你畜生那个俱生的那个悲心，你就会为了别人愿意付出啊。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就有时候又靠这个来提测，啊，那个叫坚固，这也叫坚固的精进。师父，请问一下，刚刚说的还假精进跟所谓的业慢，他们两个有什么差别？有后面会说。因为有还假精进，你会升起功能慢、业慢、烦恼慢，也是跟还假精进跟精进度有关，在哪里呢？是一个延伸，是吗？是的，嗯，好，他讲的是精进度的延慢嘛，这个在后面要退除怯懦，那后面呢，对峙的，在哪里？后面，哦，对啊，三昧十四业。对，第四业慢，其业或功能哈，在一个第五行啊，应修三慢，有没有？如云，于业慢、惑慢、惑慢就烦恼慢、功能慢，能三三世因我慢，就是靠精进度的坚固力来的啦。所以刚才讲，对那个还假精进能够产生坚固，那要坚固呢，必须要有这种想法，有业慢、烦恼慢、功能慢。会帮助那个还假精进的，功能慢、烦恼慢，哎，后面会说哈。然后呢，其实这个是显教的说法，业慢啊，那个功能慢、烦恼慢。其实呢，在密法教歌叫佛慢啊，佛慢，哎，就是一定我有具备佛的这个佛性，所以呢，靠着这个精进呢，我能够成就佛道，还有一个佛慢来陪衬，就是我本质跟佛是无二无别的，哦，所以因为我跟无二无别呢，所以我能够做到哦，那个业慢、功能慢跟烦恼慢。那先把凯听了，我的机会是可以的，我可以做得到，要佛慢，我跟佛一样可以降一切烦恼障所知障，所以靠这个提测啊来做烦恼慢、功能慢、业慢就更容易啊。好，那我们看后面齁，所以要干坚固啊，就是要发起无量劫无量时间来度有情，愿意住在那个地狱受苦也愿意的齁。那上人长养为求无上菩提故，发起无量精进之因，这个还假精进很重要，这个愿。所以我以前也跟你们一样哈，就读到那个地藏经啊，地藏经那个地藏菩萨说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我在想说，哪有那么笨的？那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地狱哪有可能有空？那就成不了佛了。以前想法是这样嘛哈。还有一个那个地藏经有说。他跟一个那个同伴一起啊，发菩提心发愿嘛，那个地藏菩萨是地不空誓不成佛，另外是说他要先证菩提再度众生嘛，那先证菩提度众生那个已经成佛了，啊，地藏菩萨还在当地藏菩萨。如果说我这两个我怎么选择，我不一定不会选择地藏菩萨，我要先赶快成佛，这样了解。可是实际上佛经说的哈不准啦，一些地藏菩萨如果是这样修早就成佛了啦，发愿来而誓愿而已啦，所以那个显教经典没说，显教经典没说啊，所以他没有把这个果，不是说你发愿就要无，就是地不空誓不成就成不了佛，他老早就成为，因为他靠这个愿才能够叫还假精进啊。
所以他成佛速度应该比那个另外的同伴成佛快啦，比他快啊，才有能力可以在地狱住那么久，一直利益众生。那用化身去就好了，不是他本身去的。啊，母啊，这个不用证书的，这个心里的正量就可以。所以那个显教的经典有时候没讲很清楚，不了义，对。不是啊，因为他是菩萨，他鼓励是什么？我们要跟地藏菩萨发起这个愿啊，鼓励我们跟这个大愿啊，要发起这个大愿，就是还假精进大愿，鼓励我们，所以用这样的写法啦。而且如果他加一个地藏菩萨早已成佛，如果佛经地藏就这样说哈，第三部地方地藏菩萨从九月节来发如是经，早已成佛，如今示现菩萨化身无量来救度地狱众生更好。加一个早已成佛更好，我说哦，原来靠这种大愿早已成佛，只是为了度化我们在世间不是各种菩萨形象而已啊。那对于佛经这个整个地道，还有那个还假精进，那个才想那更要发起来，早已成佛更好，这四个字。所以说经典是不了义的，你思维要思维啊。不然我们现在地藏菩萨还不肯地有空啊，那还没有成佛，不是，老早成佛了。好，这个是重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哈。我们看啊后面。所以呢，对于啊坚固的这个环假精进，好、啊、能够产生坚固的精进度，最能够长养为求上大菩提发起无量精进之因。那以这样的心，何况成就如是精进，能够对求菩提饶益有情，无有少分难行事业，可生确劣难作之心。只要这个精进心、还假精进生起来，就不会说因为要饶益有情产生怯懦或是低劣之心了。好、哦，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啊，愿意以无量时间啊、无量的大苦来换取一个有情的这个成佛的这种安乐啊、这个心要提起来。所以若能修习如是意乐，定能醒觉、哦、大圣种性。大圣种性就是要升起大悲心、哦、这大悲心就是大圣种性。好，那这个要升起大悲心，必须要对老友情这个还假精进要发起来、哦、这个才会升起大悲心。好，那我们看色波罗蜜多论也说，色等生死前后际、哦、成为极长大作业，即使为年成长劫，以净大海水滴量发一最胜菩提心，须以此即相见即余。这个跟前面讲一样了哈，跟那个菩萨地说的一样哈。那一之良悲无厌、哦、对这个能够成就这么长的时间，把它化成一大一滴海水，那一滴海水再成为一个大海的量，好，来发起为利众生愿成佛心，那产生悲无量啊，无诸懈废修菩提啊。如果以这个心来为自他来成就菩提啊，来发起这个还假意乐，自心莫失流转苦啊，就不会被这个小苦的流转苦啊，那所阻碍，而还无量啊，稳固假住戒悲信诸勇士。啊，那这个勇士就是勇敢的一个心呐、啊，哈、啊，这个勇士哈、啊，一般我们讲是勇猛之心呐、啊，但是一般的密法它讲的勇士呢，哦、啊，这个是讲那个我们讲那个本尊呐、啊，勇士，我们叫独勇，独勇一般讲我们密法有有这个双修跟那个本一尊的，一尊叫独勇，你听过没？单独一尊叫独勇，这个独勇叫勇士啊、嗯、哦、这个是勇士啊。这个士呢，就是一般我们就称为是本尊啊，要把它当成本尊想，我是一尊就是本尊啊，这个士就是本尊想。勇独勇就没有佛佛母，一尊一尊，嘿，双生的就是佛佛母，
你在问什么啊？想清楚，问清楚。你在想什么？问什么啊？我听不懂你在问什么。不是啊，他的意思是说，独勇是不是就只有独自一个啦？单独啊。啊，那个双修的话，是不是佛父佛母呢？这是相啊，相。是相。相就是佛父母叫双修啦，那相就一尊的叫独勇。相，他是相。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勇士是讲那个勇敢的一个心事的，应该是显教的啦。我现在把它，哎，我是讲密法又勇士的。哦，密法又勇士的，那跟显教的那个勇士不一样哈，是勇敢的一个心事的哈，一个那一个作用，嘿，是为最初所应许的。好，那这个就是。好，要花无量劫的时间，用无量的苦来换取一个众生的成佛的安乐。好，这个心愿意发出来，这个叫还假清净。那又如无尽慧经，好，无尽慧经这跟般若经有点一样哈。他说的，啊，设从无始生死以来，好，我们从无明无始生死以来呢，现在以前为昼夜。你看这么多时间，无始生死我们做多久啊？啊，三者作为这个一样啦，意思一样啦，用无量时间来发起啊，来当成一天来发起这个菩提心啊。那经这么多年十万年，始发一次菩提之心，见一次佛，如是等一尽劫杀数，舍人之一切有情心行，也如是理须知一切有情心行，亦无缺漏而还经，怎还是讲？就跟前面讲一样啦。咦，那么久时间。来受这么多苦，来为一个友情让他成佛，这个叫无尽假，而意思就是跟无上还假清净一样啊，内容是一样的啊。重要是眼多的论都是内涵是一样的。总之，若能引发少分如此意乐，好，要发挥这种意乐哦，虽然不是很强，速能圆满无边之量哦，靠这个精进度啊，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因为这种心愿一定很强啊，啊，所以尽无量障而成最胜不退转因啊，以这种心的话，一定不会退转。如以长劫人生喜乐，啊，在长劫受苦当下也可以产生高兴的话，都是一人数当成佛。啊，我们为家人会不会受苦当下有觉得很高兴？啊，会不会？会啊。你说，哎，那个小孩子啊，你们生小孩的时候啊，每天呢晚上半夜起来要喝奶啊，换尿布啊。你在做的时候，如果看到小孩子一天天成长，那只要呢他跟你微笑一下，那前面的痛苦完全都不见了啦，是不是这样？只要换个尿布，他本来痛哭的，只要换尿布喝个奶之后，就高兴的对你微笑一下，哎呀，那都不要紧了，他前面都干光不要紧了啦，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这个心啊，对我们自己小的心能够变对一切众生，哇，那就是真的很厉害了。我们就是没办法转换的哈。所以啊，如果说这个过程中人生喜乐，如是一人速当成佛。若以无边妙行，即于即长时等，全无永憾。哈，对这个广大的妙行，还有这么长时间呢，连一点想要去做或者愿力都提不起来。为乐时短，速当成佛；缓欲成佛，即为遥远。想要以最快速的、不要受苦的方式来成佛的话呢，那缓了嘛，对成佛即遥远。就讲愿哦，不是讲行哦，讲愿哦。啊，这个愿没有发起说我要用那么多的苦、这么多时间来成佛，那只是愿说啊，我要最快速的方法，那个就是懈怠了，这是不是真正的精进？这样更容易呢，啊，障碍你成佛。以能障碍诸菩萨众发罪殊胜大智力故，所以愿一定要以地藏菩萨的这种愿为目标啊，就刚刚讲的那个还假清净目标。所以啊，如是还假发行清净，
啊，那这个就是还假精进，这是总相。他这个还假精进呢，这个动机再来呢啊，以行为有两个啊，其实他科判是写三个啦，啊，其实还假精进是意乐啦。那色善法精进跟老友情是身口啊，应该这样判呐、啊。所以还假精进意乐提起呢，其中呢对身口有两个精进，一个叫色善法精进，就是对一切善法啊，包括学习佛法啦，啊，对人啊，布施、持戒、忍辱等等，为证引发六波罗蜜多哈、啊，就六度啊，这个包括善法还有六度啊，这个用身口来做，这个叫色善法精进。那对于啊十二个相状啊来做老友情精进，那个十二相这个长六度都会提起的哈、啊，在298页后面那个哈、啊、小字那个、啊、太多了哈、啊，自己看，从一到十一哈，十一个相，这个六度会都会说了，老友情呐、啊。啊，那对这个相呢，以发起这个还假意乐，好、啊、来做这个精进的行为，那个就是啊还假精进度的啊那个老友情精进。好，那个是把它分类三个讲完，现在继续讲发生精进的方便。那方便是什么呢？好、哦，它有几个对字的、啊、哈、哦。第一个，如前所说，两种资粮，一切白法，啊、哦，包括福德分跟智慧分这两种资粮哈、哦。因为精进度呢，它是福德分跟智慧资粮共的啦。一般我们说啊、哦，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分呐、啊。然后呢，那个禅定也可以福德分，也可以那个。啊，方便那个方便分跟啊身见都可以，那般若一定是身见分，但是靠精进呢，啊、哦，这个是呢可以帮助福德分跟啊身见分两个这个能够增长，所以精进度没有分在那个方便跟那个身见分，那禅定也没有分哈、哦、特别分。禅定跟精进是通两啊通两个对通两个。好，那对两种资粮，就是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一切白法由依此故生住增长，好，靠精进度能够升起来，能够安住，能够增长，好，故修精进极为重要，好，精进很重要，此亦为见极天菩萨论说的啊，在入行论说的啊啊，一解便修最圆满故，当说此中，好，就是靠精进度能圆满福慧二资粮。那此中呢，那个精进方便呢，我们先要舍离为缘，还有修集顺缘。啊、哦，一个要舍离为缘，那修集顺缘。第三呢，依止这个啊、为修舍离为缘跟修集顺缘这两人的发行精进。第四呢，由此身心堪能之离。啊、哦，那怎么做到那个身心能够堪能精进的啊？这个方法，第一个我们看舍离为缘。第一个初中名分了名所制品所对治的是什么，那怎么把它断除，好，先我们叫吃所破啦，一般在中观中第一个要先了解要吃所破，就名所制品你的形象啊，这个很重要，一般人都没有针对我们叫对哎这样对上对下对药下下药上啊，对症下药，这个很重要，一般学习佛法都要对症下药哈。你这个没有把它想清楚，我们做事都做得好像怪怪的，做得很辛苦，可是都没有功效，为什么？没有对症下药。这样了解哈？啊，像我看大爷就会感觉到很多问题，像我们一个班长嘛哈，就说啊，我们星期一开始要上温煦药浴前说啊，这跟高雄的发布消息。阿高想说我要上 Skype 我要上 RC， 可是真正没有人请书，只说要上，那要上 Skype 也没有给 Skype 账号，啊你说要上 Skype 也都空谈，啊你说要上 RC 也都空谈，因为你根本不想说要请书都没有说也没有问，这样了解齁，那、啊、你怎么学啊，难道我听讲故事啊，对啊，可是你真的要学要复习一定要书啊，
所以我感觉那个都空谈啊，就是你要真的要学进去，难道你听故事？那我感觉如果就不参与了，因为这是班长发起的，不参与了。你们心不是真的想学啦，只是想听一听啊，到底在讲啥？啊听啊听啊，好听啊，有趣味的给听过啊，无趣味的啊，以后不听了，这种心态嘛。像说，日前有一个新竹的那个，有说啊，他们一群人啊，住在一个栋大楼的，每这个他们的固定有诵经，啊，想要学佛法，啊，听一个法师介绍我，然后就说法师可不可以有些佛法又好又有趣又可以学到佛法的，他的心态已经感觉不是想学的啦，只是要转变一个所缘的，因为诵经已经无聊了嘛，每天诵一样，都地藏经、普门品两个品而已啊。送太久已经几年了，已经无聊了，想要转换一下跑道，所以想要转换又有趣又可以了解佛法的，啊，这种心态不是真的要学佛法了，是填补那个空虚而已啊。啊，我刚才讲说广论啊，广论我不要，啊，那我就说那十四讲表吧，讲表什么叫十四讲表？我说你来看一下李炳南那个老居士啊，或是忏公的十四讲表，应该找得到吧？然后他说不晓得好不好，不然说我解释经嘛，地藏经你们读地藏经，我就靠地藏经把你们解释那个内涵嘛，我普门品解释内涵嘛，啊，这个没办法决定。我说好吧，那你们自己商量后再说吧。啊，本来今天刚才有时间要去看一下，如果对初学者有没有初学佛法那个佛学概念的，想要去看，可是动那个弄一弄又没有时间去看，因缘就这样。所以说有现在学佛法就是嘛，不是真正想深入要解脱啊，我还要把它深入精湛，目的都是想要无聊找个空缺来填补心里的空虚而已啊。所以如果像这样的状况，你可以不用接这样的一个课，你可以把你的时间空下来，然后不要做功课，抓备课。不是，只要利益众生，就像还假清净。对呀，像他们那个，其实哦，像他们哦，像他们那种人哦，你刚开始给他讲越前越好。对呀，我现在讲那个本身那个嘛，那个本身故事那个什么？故事那谁讲给他们？是啊，我是这比较有趣嘛，也有故事嘛。啊，从故事在解释六度。如果碰到佛法哦，一开始哦，文相太多，他们接受不了。对啊，讲一点故事。听不懂啊哈。冥想。哎，又没有录音，又没有讲麦克风，所以挺白的。好，不要讲太多。哎，就是说，我们要抱持一个目标啊，学法一定要，我要为什么而学佛、啊？我要强调这一点呐、啊。我们要学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我们叫那个所破啊。你要到什么目标？你要破除什么？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我学佛是要破除无明。哦、要破除无明得解脱，所以那个心态就不一样。啊，如果学佛只是为要排除我那个太多的空闲跟无聊，那我学的法又不一样，懂哈？所以我不好意思跟居士说，你到底为了什么而学佛？我不好意思问啊。
哎，问下去，他说这个法师太苛了哈。哎，不知道，即使他们是为了排除时间而学佛啦。哎呀，所以这个要看他们所求，还要所迫。啊，所以这所求所迫才安利要安排什么课程？所以下次我就要问他，你为什么要学佛？嘿，第一堂课啦，为什么要学佛？然后再安利课程这样。好，那我们看这个叫第一个所自品，就知所迫很重要哦，知所迫很重要哦，嘿。所以刚刚讲了几个例子啊，只是喊口号，我想学，我想学，可是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学啦、啊。所以连请书这么多人说要上课，但是连请书都没有提，甚至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学了。我这提这个例子的例子，这个内涵就是这个了啊。好，大家看呢，修断彼方便。好，先看名所自品所破。那我们看呢，不入道者，这个道呢不是那个大圣道、小圣道，是佛道哦，下士道而已哦。不入佛这个入门的这个至少要皈依嘛哈、哦，不入那个佛道之门的呢，哦、大概有两类的众生呐、啊。一个呢，虽见能修而不去入啦，就是我可以修，但是我没有兴趣。哦，我现如果年轻的时候，我现在要赚钱啊，哦，我要有房有车啊，哦，有房有车后呢再说吧，或者等我退休后再说吧。啊，你们以前学佛是不是这样说？啊，等我退休再说吧，有时间再说吧。现在我没有时间，我小孩子刚刚出生不久，那么小，哈哈哈哈，家庭要照顾啦，好、哦、啊，难重就是、啊、我现在要赚钱啊，对不对？我要拼经济啦、啊，哎，那等我有时间再说吧。所以虽见能修而不去入啦、啊，这个叫第九无暇。第二个呢，却若不入啊，行吗？为我起人如是修行，哈、哦，学到色略学，我行吗？啊，学一次两次不来了，哎。哎，我们上次也有，刚第一期开班的时候啊，我讲色略学，那个很多人就，哎，法师你讲这个太多名相了，听不懂哎。啊，我说哎，刚开始要忍耐一下，因为你们以前没有学过名相性相啊，要多串习慢慢就懂。啊，法师还有没有其他的汉系的有些佛法有跟这个相同？我说有，俱舍论。好，俱舍论。然后第二点，他就没来了。啊，他肯定学俱舍论的了。俱舍论更难懂，很难懂啊！俱舍论更难懂，很难懂。嘿，俱舍要把它慢慢讲，要分清楚，因为俱舍论太多名相，很多分类更难懂，而且都理由没有讲。那个仁波切真的也会讲，可惜后来没他走了。对他也会讲，可是那个生活的寓意没有讲很多啦。名相是有讲，哎，语言不通，哎，会有这个问题。啊，我跟那个赵庆仁说，有没有录音档给我？那就一直没有给我。好像那个有。啊，他说讲得很好啊，哎呀，天书的默契啊，洛舍里的天书的默契啊。我都跟着他听啊。他讲话声音沙哑吗？还是沙哑声音？对啊，那个时光是。嗯，好，没关系，因缘和合。好，这个就是不去，却若不去路啦，那个有点困难就退却了啦。好，这个就是我们班有的哈、哦。他说，虽尚有余能，有余能不能修，未尝试为而不去者。虽然心有可以，能力也可以，好、哦，但是呢，一个能不能修，未尝试者，到底对这个法我能不能修？我们能不能修是从哪里判断？是我听不懂判断，还是说这个一定要学？嘿，要从这个一定要学哦。虽然那个橡皮啊很难咬哈、哦，但是呢，慢慢咬也会变软的啦。为什么？那个小孩子有没有个什么 QQ 糖、橡皮糖？有人给我两颗，我说这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果冻，一咬就像橡皮呀、啊。啊，就不咬了，嘴巴咬牙齿不行，就放在嘴巴。慢慢就溶解，要变软了咯。哎，原来是可以的，所以一个法很难，你慢慢去串起，也变容易的。哦，所以不要困难不应退啊，皆由修理成。真的遇到困难的东西也不要退。哦，所以以后我们学那个毗婆舍那，也刚才很难哦。
但不能退哦，因为你这个一定要懂，不懂的话对空性是什么内涵就不了解了。好，所以困难不应退哈，啊，这个是要师则，好，要学吗？如果要一定要学，虽然很难，一定要把它啊把它弄懂。难此是说求解脱者，哈，就是啊啊啊非啊彼非此说，就是讲那个。对解脱者来说呢，就要能那个要能不能修，要施则啦。就是此解脱者，彼非此说。彼就是讲不是解脱者，就是对于能不能修未尝施则的，就是没有不是求解脱者啦。这样了解哈，这个藏文倒装句很怪了哈。所以能不能修未尝施而不去者啊？一个讲。此彼非求解脱者就好了啦，他用两句来表达一个内涵呐、啊，很多文字都哎、欸、很怪哈，啊该真的不真的啊该减的不减的，所以此是说啊彼非求解脱者啦，就是对能不能修未尝施者的而不去者啦，这个是不是想求解脱者的人呢？好，可以哈，那初中有二。哦，初中有二，第一个是嘛？啊、哦，哎，能不能修未尝施者而不去者呢？这里呢有两个，啊、哦，就两个，这个叫虽见人修不去路这人呢哈、哦。第一个推延懈怠，未念后时有暇能修，哇，现在不想学啦，等我以后有时间再说啦，哈、哦，这个就第一个啦。第二个呢，虽非不是哈、哦，不是这样想，然与庸常诸下列是贪着复辟啦。啊，这个太浓了，这个我要求简单的就好了，有趣的了哈。刚才我讲的例子啊，啊又有趣的，又听起来不会乏味的，又哈、哦、啊有趣的哈、哦，那个叫什么？愚诸下列是贪着复辟啊，啊有讲故事的比较有趣的。嗯、如陆行论云，说其所自贫懈怠啊，单二世自清而退居。啊、哦，对于所要对自品呢，不想要学，便单二事，就只感觉比较有趣的啊、哦，庸常下列事，啊、哦，那这个比较喜欢，就变自清而退居了，啊、哦，就自清而退居，啊、哦，我们常会这样了哈，我们也会了哈，这个人同此心了哈，不是说别人有错，我们没有错，我们都会有这种过失，人生懈怠之因，为诸懒惰，为着为乐。哦，这个我们常会哦，哦，比较心空下来就想吃的喝的了等等哈，啊，爱睡眠热，哇，累的赶快躺一下，嘿，如果真的累需要，但因为我已经看那个有时候有个那个是，哎，我要多睡一会，我要睡美容觉，有没有？你这会不会这样？美容觉有没有？现在年轻人小女孩子都有哦，所以他有我像我们这个我看那个。那个有些那个大陆的影片、啊、那个女众来那个相亲哈、啊、我都睡到中午，睡到中午才起床，那男孩子是很精进的，他一定六点晚上十点前睡觉，早上六点要起床，因为他要跑步健身。男孩子说，如果跟你成男女朋友，你不要拉我去运动，我要睡到十二点才起床，而说下午才起床，可不可以啊？男众子勉为其难说：“可以啊。”爱特别强说：“我会帮你改习惯，只要我会帮你改习惯，你中间砰砰砰砰灭灯，不想跟你来往，一定要顺着我，我要睡到下午才起床啊。”哎呀，他不认为错呀，他认为这样理所当然的，就是要随顺我啊。啊、哦，这个很多人都是这种执着哈。现在我不会这样嘛哈，我们现在这一辈不会，现在年轻人才会，啊，因为呢他没有工作啊，有工作没工作没差、啊，或是做我夜班的，啊，算到下午，然后呢早餐也不吃，中午不吃，然后晚上吃一餐，然后工作的时候吃一点零食，买点零食，什么鸡脚啦、鸭脚哦，女孩子喜欢吃这个，啊，什么那个什么，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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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梅干的哈，或什么那个芒果干的哦，你喜欢吃这个，啊，又不会胖。哦、啊，又吃的少，这都瘦巴巴的，哎，
千羽不是这样过来的吧？啊、哦，那个很多，对呀、啊，所以是不是这样过来的？好，那这现在女孩子有这种通病的哈，就是爱睡眠的不厌生死，不晓得轮回的恐怖了哈，就感觉这样过蛮快乐的啊。好，懒惰受乐味，爱惜静睡眠，不厌生死苦，当生诸懈怠。对目标不清楚了，只是感受现在的安乐了哈。那有事前二句，就是懒惰受乐味，爱惜静睡眠。闻未明如何升起之相，就是因为你懒惰受乐味，爱惜静睡眠，才升起懒惰的心了、啊，懈怠懒惰的心了、啊，这是根本了、啊。好，那我们看修断彼方便，怎样破除这两个？好，第一个，啊，这里总共呢，哦，有三个破除了哈，分三。第一个破除推延懈怠，啊，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三行是破除贪着恶劣事业者，啊，在导数第四行第三破除退屈或自轻者。好，总共有三个破，所破。好，那这三个所破呢？第一个先破除推延懈怠啊，那这个有三个状况。啊，第一个未以得之身数当坏，你想说我现在得到身体呢，已经不久了，我们现在年纪大概差不多了啦。你看朋友一个走了啦，啊，你看黄秀莲。他就看到同事走了，像之前那个谢学长，他说哦，我这个月很忙，我有四个同学这个月走了，啊，四个同学都要去参加那个告别式，哦，今天很忙，在赶场，他也66岁，一个月死四个同学，大学同学啊，很快啊，真的很快啊，下一次就轮到我们自己哈。以得自身数当坏命。第二个呢，命中之后堕诸恶趣。哦，如果懈怠的话，想说如果命中堕恶趣，所以啊，我不能堕恶趣，所以我不能懈怠，要想这个问题啊。如果你随时会死，你会想懈怠吗？哎，没关系啊，我可能会造想来生得到人天果位啊。但想一想，你的恶业多还是善业多？恶业多，起心动念都是在恶业里面比较多。啊，所以死后堕恶趣哦。如果临终没有意念到三宝，就堕恶趣了哦。恐不恐怖？哦，恐怖哦。第三，如此人生极难再得，啊，就会看那个鬼语者，就会我就对我这个一个警告了。鬼语者呢是那个这张电影，就是说你是一个大好人，你平常是一个大好人，可是在临终那一念执着就变成鬼道。我这透这个影集启发我啊。所以我临终不要执着，反而要平常想我在执着的时候，一个要把现在把马舍掉。如果没有舍掉，临终一执着就堕入鬼道。这鬼者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这个。啊，这从整体来说都是这样，从第一集到后面都是这样，才放两集而已啊。对啊，第一季的两集而已啊。但整体来说都是这样的因素，都是好人，而且他也升起善心。那是第二集吧？啊，第二集啊。对，还有很多例子啦，小孩子也是啊，很多小孩子变成鬼的小孩啊，很多都是因为都是好人，但是因为执着心在，啊就。变轨道啊！当那执着心那个女主角帮他解决，他就看到光明，就投身山上去了。啊，没有帮忙，就只一直在那边，没办法有人替他解决。啊，这个问题一直在。哎，再说了哈，看大家。融入，所以。那个骇客任务没办法融入。骇客之路太思辨了，他那个情节太快，我相信我不
只有修会有看完，你都没有看完呢、啊。啊，你有看完了哦。哦。无心空正见啊，无明啊，还有对真实的执着啊。哦，不是无明，是无明，无明。哦，好了，以后再说了哈。好，这个就是想到这三个，就不会遮止我们懈怠了。我要快死了，啊，我死后堕落去，啊，那堕落后要再上来的人天很难哦，只有三个层次哦。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三个呢，我有修善法，好好精进的。所以由修此三，能除执为有暇。哎，我还有时间，哎，慢慢来啊。这个懈怠，那引发觉啊，恒觉无暇之心，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啊！我赶快努力，已经没有时间了。此三于前下士之事以广宣说，这个在念时无常的时候已经想过了。嗯。好，第二个破除贪着恶劣事业。那恶劣事业呢？一般呢、哦，我们年轻人都说啊，为了赚钱啊，为了打拼啊，为了养儿育女啊，好、哦，都是这样想啊。好、哦，那啊，所以这个都会让我们贪着哈、哦。因观正法，是能出生现后无边喜乐之因。好、哦，正法能够产生现世后世跟永远的喜乐的因。世间呢都是短暂的啦，世间你所寻求的这种福报啦、那个钱啦、啊用受用都是短暂的。无意狂谈，啊，他这个对你来说呢，你讲那么多没有意义啊。那调等散乱是能失坏现前大力，而且他是在啊心是在调局或散乱的状况下去造作的。好、哦，它不是很有强有力，它会让我们产生失坏现前大利。我们为了赚钱，是不是常被骗啊？贪小利啊！现在很多诈骗集团都是因为你的贪心而你被嘛陷入这个陷阱里面贪啊！啊，例如说像我 Google， 我想 Google 也会变成很多陷阱哎、欸。我现在看 Google， 像现在 Google 出来那个什么那个三星的那个新的手机要送给你。你只要签名点赞就可以了，然后他还说明天我就感觉这是可能吗？我就把它点赞哈、哦，像看一看，哎，你可不可以留下你的手机电号住址？我明天要送手机给你。哎呦，这个恐怖了，我赶快把它消掉。不可能的事啊！可是连 Google 都出现，因为 Google 我们感觉好像蛮正的啊。Google 都出现啊，你想说 LINE 这个我还是 Facebook 比较杂嘛齁，你 Google 出现这种讯息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好奇点赞一下，结果他要我的住址电话，我这个有问题了，无功不受禄，无功不受禄，万一你签个名下去，这我又听说你要签个名后面那个讨债集团就来了，哎，我就想到哎，不是你的东西最好不要啊、哦，那个我们引发一点点小贪心，就引发这样啊。所以我看到现在都是啊，我买什么东西可以啊赠送什么东西，很多不是我们的哈、哦，一般世间的买什么东西可以赠送，说我买很多东西或赠品都收不完。可是你在买这个赠品有了，可是你买的钱大过一定赠品啊。你的你给他赚的钱一定大过赠品，人家才送你赠品嘛。你懂我理解，他赚的利润没有大过他赠品，怎么送你赠品？这可想而知啊。对呀、啊，是你花的钱比那个赠品还多，所以为了贪赠品就买很多，很奇怪。好，这个就是贪着恶劣了，低微小的安乐了。啊，所以因观正法，是人出生先后无边喜乐之因哈，这只是
一直谈那个哦，我有送赠品等等，都是在昏沉掉举散乱里面，那变成你会被骗哦，失坏现前纳利。哦，以前很多哈、哦，就是、说投资什么啦，可以一个月可以赚10%啦哈、哦，等等的，哎、欸，那个诈骗的，台湾很多哦，那个他都不敢去存入银行啊，会被当作洗钱呢、啊，都放在家里，一叠一叠钞票放在家里，结果警察查到都是现钞，放在家里现钞几亿，啊，这个就是当来无益。所以引发当来无益众苦无益之处，修习对治而正灭除啊、哦！想到啊后世现世的这个啊部分呢，就不要单着恶劣事业。如云：气妙善正法，无边欢喜心，如何故烦喜苦因善调等，我们就没有想通啦，因为感觉现世安乐好像比较实际啦，后世的安乐或是就近的成安乐看不到啊。就因为一个看得到感受得到，而且别人你可以别人的快乐你看得到，所以别人怎么哎，今天他怎么奇怪，他怎么会忽然间啊、10年没看到有房有车哦，而且呢房子是豪宅，车是那个双 B 的啊，宝马的啦， BMW 的啦，或奔驰的啦，就叫奔驰，这个大陆的奔驰叫奔驰啊，他说那个大陆话叫奔驰啊，就是辫子啊，那 BMW 叫宝马、啊、有没有听过啊、哦、他们名称叫宝马，不是 BMW， 是叫宝马。所以你看住豪宅开好车啊，你就问他啊你怎么赚钱的，我就投资什么投资什么，好吧，那可不可以分我一份啊，会不会这样想，既然这么好赚可不可以分你一份啊，我投资啊你交给投资，结果一定失败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可能一时好啊，他是有低落有高潮的时候啊，你会怕，只要低落下啊，我不赔啊，没关系，赔了3万啊，10万出去赔了3万啊，没关系啊，不不再赔下去就不得了，就回来就已经赔3万了，我们才会这样啊，这个要看清楚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一个心量啊，心量去掌控它啊。所以气妙善正法，无边欢喜因，如何故烦喜苦因善调等、哦、要从后世跟究竟安乐来着想。第三个、哦、破除退屈或自轻、哦、退屈就是退失了哈、哦、那要自己认为不行，如是退除推延懈怠啊、哦、单恶事宜，所以正法能起有憾，虽然说我对正法是想要学，只是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好、哦，南非遗址变为喜足哦，哦，我们因为大乘精勤修学，要成佛，要立众生，要好好去发起来，故因除却一笔。那什么叫却落？就是念如我何能修正？就是我可以修成功吗？啊，你可以修成？你们谁修了学有没有想说，我修了学一定可以通达？我想说圣念学我听得懂吗？啊，你们怎么想的？不晓得哈。我以前学的是说我一定把它学好了，不是想说啊这个我听不懂，我能听得懂吗、啊、那想一想啊，那我听不懂算了啦。哦，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出家众，你不学也得学这条路，我有这条路啊，没有推论。可是有的出家不是这样想的啊，我就要修我的禅定啦、啊，啊，我的打坐就好了啊，啊，什么经教也不学啊，好、啊，那念佛就我就要先念佛，往生极乐就好了啊，啊，这么多经论你就学那个干嘛啊？啊，我都不能往生极乐，还学那个干嘛？那学道次第，我到广论都不懂啦、啊，还学什么法、啊？什么涉猎训练学？广论不是说那个广论学不懂，学现在也没用吗？是不是都是这样嘛？对，那个就是对于要。你的目标不够清楚，那对目标要承满的目标要学哪些法不清楚吧，是这叫能不能修，应不应该修、哦、所以这个不是能不能修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修的问题。我们都从我自己能不能修来着想，不是从我要成就的目标应不应该修，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思维哦。
所以要成佛的话，是不是一切的教量、一切经典都要通达？对，那如果不通达，你是证一个啊，属习啦、念佛啊，那是暂时的，不是究竟的目标啊。啊，到念佛到极乐净土，还是要学这个啊。啊，现在学到净土就更容易了。啊，现在不学到净土，人家会的你不会，你会觉得很丧气，很懊恼。啊，什么我跟千羽啊，千羽他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不会，算了啦，我不想跟他比较了，这比也比不过他，我就算了。就打退堂鼓了，啊，是不是这样？是，所以。啊！可是你就差很多，我快速成佛，我就直到三不退转，你还在那边什么都不懂啊？看哦，你是上品、中品、下品啊。哎，不一定，我还没有发菩提心，还不知道。不一定啊。啊，心念就是手机啊，它有神通啊，用心念通达就好了。对啊，心念通达就好了。不是啊。可是我在极乐世界，或者说我在上品，我可以化身跟你们当同学啊。我在上品嘛，哈，在学嘛，我可以化身啊，对不对？因为我有神通嘛，神通可以化身啊。我在上品跟活菩萨学，我另外一个身来跟你们当同学啊，一起学啊。会，他有宿命通，所以知道他有宿命通。哎，都可以。过去真是我妈妈是谁都知道，嘿。所以因为他有宿命通，才从极乐世界看到我们娑婆世界很多亲人还没有成佛，他赶快急，我要赶快成就三不退转，我再回来再跟他们一起学。所以因为只有宿命通才帮助他。好，这个哈要想哈，所以要修，我如何能修正？不要怯弱，好，我是应该要可以修正的。那这个里面分三了，怎么修正？于所应得破除退趋，我一定可以得到的。现在不会，不代表永远不会，啊，就像那个班长，那个高湛勋，他就有这种精神啊。他请假，但是他不得法，他精神是有，但是他不会思维。他如果会思维，加上精进度，那就很厉害了。他缺的就是那个思维了，缺的那个思维的那个角度了，不会思维，很可惜的哈。第二个，与人得方便破除退趋，与啊这个啊就是我应得破除退趋，我可以得到破除退趋，与人得方便破退，那什么方法？这个方法可能困难，所以班长就是高班长就是对方便这个。不会，趋度不到。啊，福不够。会。哎，福不够了。啊，所以福一定要很快。可以帮助治，不能转，那帮助啊，你福不够，智也没办法成长哦。有机会就慢慢开启了，所以要拜佛啦，还是要拜佛。所以我们星期一晚上有时候请他来啊，来一次两次就不来了，啊，能得方便破除退趋哈。而且那个如理施责很重要啦，要说这种什么角度，这对不对？啊，要方法要正确啊。对，这很可惜，
哎，没关系哈，看每个缺的要补充补充。第三，所安住修道处，所破除怯弱。啊，所以对于我成佛修道处，就是我要安住在那个这个，例如说我讲那个是念佛也可以，啊，或是说学经教也可以，啊，或是拜忏也可以。可能我刚开始很陌生，啊，蛮陌生。但是呢，只要串起就熟了。像学色类学也可以，或学广论也可以。但文字很难，但是你慢慢学，慢慢学，哎，就弄通了。在讲什么？我以前，我不像你们都很好啊。你们是通进广论班对不对？广论研讨班对不对？我没有的，我直接晋升团的。我是外面出家当比丘，直接晋升团的，啊，更难。为什么难？因为刚开始都没有学广论啊，都学四书五经啊。要背什么《论语》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不亦乐乎？嘿，我说这个是跟学佛什么关系？所以对广论都一知半解。那勉强听的师父的啊音录音带，每次听前半段很有精进勇猛，后半段这个灯已经灭了，就打呼了，就睡着了，因为那个催眠曲太好听了。每次都这样，就听不懂，后半段都听不懂，都模糊掉了。那法会中间哈，偶尔大概一两个礼拜会上一下课啊，上个课判也不是很仔细讲，文字也不是很仔细讲。然后所以这样糊糊的，像十一年半升团十一年半糊弄过去。我是到三大寺去学《五部大论》，在看，在听那个格西他们重新讲一次啊，我原来是这样的。十一年半是吧？啊，你说福德啊，啊，这个不可否认啊。哎，而且为师父在旁边当侍者，那一两三年也是很辛苦的，不可否认的。对的啊，我是说对修道处不应怯略啦，就是你不懂，一定还把它弄懂啦，要这个心啦，不能说我听不懂看不懂我就算了啦。就是我没有去舍弃它啦，只是你的可能角度方便没有适应你而已啦，啊，所以听大贤的听不懂，再去找其他善知识听好好，不要说啊这个大贤讲的听不懂就算了啦，不听了哈，不行，很多你相应的这个善知识等着你了哈，不要因为这个听不懂就放弃了，好，这个要到处去找啊。好，这个是三点破除好这个症。破除这个退缺啊，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看那第一个啊，要得到什么呢？我们看所得佛这些什么破除我要修道的目标，好，啊，目标。第一个要成就佛果。那什么有佛果？佛果的是那个形象什么呢？永尽一切过失，所以一切的过失都没有了。并且毕竟圆满一切功德，所有的功德都有，所有的过失都没有，啊，这是最圆满的意思哈。那我修一德断一过失，且其艰难。我们现在要修个功德断一过失就很难哦。你说要煮一道非常好吃的菜，那这个为这道好吃的菜呢，不能放什么？不能放什么？不能放什么？应该放什么？应该放什么？放什么？啊，我们有没有思维过？啊？有没有？如果只到咖喱饭的哈，啊，咖喱是不是要先煮？咖喱要煮到这个咖喱要煮到好吃，你要有没有想过要放什么比较好吃？素的哈。一般哈，我以前哈，素红萝卜啦，切丁啊，不要切条，不要切丝，切丁比较看得到。那马铃薯切丁，啊，那那个呢，猴镰刀啦。青豆对不对？青豆要切，要青豆，还有一个什么素肉块，切丁。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切丁？红萝卜、马铃薯啊，哦，还有那个青豆啊，香菇对，香菇也是蛮重要的。有人就喜欢吃苹果，哎，前面也有人讲这比较甜呐，啊，要变得甜的味道出来。哎，所以你要想这个要怎么才好吃，
怎么样材料比较好吃啊，那加进去。那这个时候呢啊，不能太咸，那个太那个咖喱有时候很不同厂牌的咖喱有时候太咸，那个佐味料的咸跟淡也不一样，所以看大家喜欢口味，那要采哪种牌子的咖喱啊，要煮多浓，嘿，这个都很重要。所以煮一就圆满一个功德，断这过失就很难哦。你看，要对一个道菜要怎么煮出来，要花很多时间想呢，是不是？这世间法都这么难的，何况是佛法？故我岂能惑如是果？如果不好好克服这困难，这个连世间法的克服困难都做不到，你怎么佛法的困难能够克服？要把色类学读懂。所以我常问我们那个周一晚上班的哈，那些都是比较怎么讲？比较福报比较大的啦，因为他跟某位学长学，学长都是把他讲得一清二楚，他们不用也不用什么啊，我问问题也不用回答哈，所以说就是他们只要听就好了啦。那他们也听广入比如声哦，那学长都把他讲一遍、两遍、三遍，有时候一个问题啊，讲了四周还在讲，因为他们听不懂嘛，所以一直在讲啊，他们都不会思维，所以我只要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都答不出来。因为他们只是有人听他讲得很清楚了，他不用思维哦，所以他福报很大，因为有人很真的尽心尽力为他们讲解哦，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啊，这个福报大没有用，呵呵，一定要思维，一定要努力去思维，哎，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那样说啊，哦，很重要。所以那一班的同学就是福报大，但是啊，跟我学就很辛苦啊，因为我都是用反问的，用逻辑思考的啊，学长都讲生活的例子啦，你看他们看个女孩子啊，为什么看她漂亮？因为越看越好看啊，为什么越看越好看？因为那个嘛，那个争议值啊，为什么争议值会这样？因为喜欢嘛，那喜欢会怎么这样？哦，都是讲，啊，讲那个事例，没有讲到那个因啦，因没有把那个因了，因为执着嘛，哦，那个执着哪一点？你只问很好看，如果我会讲，我说你如果哪好看，哪一点好看？我会这样说啦，你看您这里好不好看？哪一点好看？你看这个真的还是假的好看？大家说的不一定真的啊，是不是这样？大家说的不一定好看的，所以你这里真的哪一点好看？如果好看的话，哪一点好看？找得到吗？对啊，因为人家说的你就说这样嘛。可是真的好看吗？哎，我感觉也不一定了哈，每见仁见智啊，而不是说不一定不好看了，见仁见智啊。那你说它好看，脸不好看？啊，脸不好看是眉毛好看、眼睛好看、鼻子好看、牙齿好看、嘴巴好看，还是他脸型好看？又找不出来，对不对？一个朦胧感，对不对？所以真的好看吗？找不到。当你了解完全找不到好看那个成分的时候，你那个好看的那个执着啊，就放掉了嘛，对不对？他只去找那个因嘛。可是我们叫朦胧美啊，感觉朦胧美好看，就是那感觉而已啊。那谁去讲？没有了，就因为朦胧美会破坏的哦。例如说哈，我们讲男朋友女朋友了哈，不讲先生太太，你当初为什么嫁给他？为什么要娶这个？一定有你喜欢的某一点，对不对？如果你一点喜欢某一点，你不肯嫁，不肯娶吧？啊，至少哦，不喜欢他人，啊，喜欢他的钱嘛，哎，对不对？不喜欢的也喜欢他的钱嘛。哦，那总是喜欢那一点，所以那一点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哈，如果好看来说，相处三四十年了，那个好看对你会吸引吗？会不会吸引你啊？已经不吸引你了啦。没有更吸引。哈，我叫社会看越讨厌啊，什么叫吸引啊？哈，吃饭是一种欲望而已，不是吸引你的啦。不是，你现在不了解我在讲什么啦。你是因为好看是当初娶她，现在是因为她对你好，顾家，很会做事，这个又不一样了，两个点不是不一样的。不是不能补啦，现在是讲的佛法是不能补的，你那一点是那一点，那一点是两个去路径不一样，
所以相处三四十年，就是你嫁给刘德华，但三十年刘德华已经不是你相中那个好看的刘德华了。啊，你这个对呀、啊、对呀、啊，就讲这个啦，我在讲这个。他没有先涉猎血，才会有这样模糊的感觉呢，很模糊啦。嗯，我在讲空性，你不是讲，你不了解我在讲什么啦。就是那个找不到的啦，你当时那个执着点是已经那个执着点已经不见了，你还在用一种朦胧感觉去认定它而已啦。其实那个早就不见了啦，哎，转移了啦，你用别东西来掩盖的，来替补你而已啦。但是那个点已经不在了啦。好，嘿。好，那今天就上到这里好了哈。因为有的那一点不在就离婚了啦，啊，有那一点不在用别的东西来替补啊，这个就不同的方式而已啦。对啊，已经不需要你了。对啊，像很多看明星，对啊，对啊，对啊，有人会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你的那个内涵了。好，我们回向。